Welcome to Phonics Class. 欢迎大家来到发音教室。Letter sounds. 字母的声音。小朋友，你知道吗？在无边无际的浩瀚宇宙中，有一颗可爱的星球，星球上住着26个独一无二的字母。让我们用望远镜来看看这个特别的星球吧。Letter Planet。字母星球上住着26个字母，每个字母都有自己的名字，而且它们也都有属于自己特别的声音。在字母的声音这一系列的影片中，你们可以根据字母们的特质学到每个字母的声音，以及与声音相关之例字和韵文。影片中每个字母的声音都有个小故事，可以帮助你更了解字母的声音，并借由小故事让你更容易记住它们专属的声音哦。It's fun to learn letter sounds. Let's start. 就让我们一起学习字母的声音吧。Go!